好吧，应该来了。来来来，先来个一级团，是吧？德莱文打野游这个是原子三啊，老板，两个火箭点播冠名赞助，双火点播，被 Q 到吗？闪现给人，别跟着这些脚印，这 Q 到就有了，再来一次。他在打字呢。这么倔强吗？你都 Q 不中啊，每次差点意思。这卡莎刚才没闪现，他应该直接闪现 Q 他的，有点不太果断呢。就这么走了。AD 有点无情的，需要去杀掉。怎么还有这么多血呢？我操！直接来双鞋，他要送塔了，这不？他过来了，物归原主了。其实我能打得过他的。我刚才应该学个两级 Q 或者早点学 E， 给他 EQ 打断了，犹豫了一下。他跟上隐身过来了，给他偷一下。应该杀掉了，可以。这寻宝跟眼球全吃到了。把我狼都偷了，剑种应该是做了眼大虫子过来包一下，他死了。听到了吧？死亡在敲门呢。跑不了的，两束鞋他溜不掉的。我差一点点没给他们中杀了，中杀了回口血能全杀了，这不有机会杀的，我感觉熟练度高一点应该全死。 Q 伤害不对，刚才应该少了一把斧头。
没蓝了他。Q 挺进加急跑 CD 行。这种东西懒得管他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要不然就直接给他杀了，要不然别理他。好，他应该来了。我开 Q 三伏两件装备杀不了他，这凭什么呀？我现在是满级 Q 的，我攻击力还很高呢，他装备也没有很好，他装备还没我好，我就没想着这波能打不过他。故意让你 EQ 我的，也是他 EQ 他一个二伤害是不够的，在这个边缘骗他 EQ 就好了。就是我那天上一个老板点播的时候，确实感觉需要饮血，这饮血是很关键的，高攻击力加高吸血。有吸血他死不了，他这伤害有限的，他装备没很好，我现在给他 EQ 都没事。不敢来了，他这会我知道他在卡墙了，所以我都没A塔。两段全中了，应该是死了。他的二锁定那没办法，感觉打的还是慢了，把大青玉买了就好了，最后把来个无尽，然后再把鞋换了。这辛德拉推我太痛了，复活了没有？把他杀了。嗯，我怎么没复活呢？他四个全杀了，怎么会没复活呢？
这下把我斧子全倒没了，每次都这个辛德拉。别硬追我，感觉有点跟不上，这德莱文手没这么长，主要是没位移，等他们突脸感觉就可以了，这硬追追不了的，除非我先杀一个了，先杀一个的话，这个经济时机就有加速了。应该是一波了，就一个门牙了，直接拆了就好了。怎么玩德莱文打？那包有人点播了，肯定有老板点播的呀，对吧？老板两个火箭点播的，这种英雄玩的累，精力全在捡斧头上面了，直接下吧。